亲爱的黄伟星弟兄，感谢有你陪伴着我，在这十年里面的照顾，尤其是在我上厕所的时候，你都给予我非常的弟兄鼓励我。废话，还是进步的。还有我失恋的时候，你还装哭装帅陪伴我。I stare喂，你到底是在感恩我还是在酸我啊？喂，快点呢，专业点。哇、wow,，Welcome home！ 上个星期你有在我们当中吗？两天一二五圣诞布道会来了非常多的新朋友哦，而且不少人也在当天受洗哦。一起拍掌，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！不知不觉，2014年就接近尾声了。小马启俊，你有没有什么还没有完成的心愿呢？是有的，偷偷告诉你好吗？什么？你还没有女朋友？不管你在2014年有什么还没有完成的目标，让我们都一起带着感恩的心，预备自己去更丰盛的一年吧。没错，告诉你隔壁的说，你有女朋友吗？伟晶，我有一份特别的感恩的礼物要送给你啊。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我这个大帅哥啦。拜拜。哇哦，这份礼物真的是又大又重哦。不知道啦，对的朋友就是上帝放在我们的身边的最棒的礼物啊。而 CYC 为你预备的小组，其中有中学、大专、职青、家庭，还有商人小组啊。这些小组将使您的生命告别孤单，并充满爱和温暖。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不要只成为 CYC 的拜访者哦，我们恳请的邀请你加入小组，成为我们这大家庭的一份子。Amen。鼓励弟兄姐妹们在 CYC WeFit， 特别是跟新来的朋友们 WeFit 后上载到 Instagram 并 Hashtag FGA CYC Fun Home。弟兄姐妹可以透过 online transfer 至全备福音堂，汇款资料如下。哎，我听说很快就有新一届的圣经装备课程啦。对啊，就在下个星期天，也就是2015年1月4日至2月8日，这个课程呢是特别为刚刚相信耶稣的你预备的哦。而 Station One 的遇见神初信营日期为明年1月30日至2月1日，在云顶平安院举办，营费为学生90令吉，职青110令吉。若你还没有参加过遇见神初信营，千万别错过。恭喜上周受洗的弟兄姐妹，在此提醒各位，下周1月3号和1月4号三堂的聚会将是本教会的长老和牧者为各位祝福祷告的一天。星期六下午5点是 CYC 的第一堂聚会，对象是中学生。每周六傍晚7点半则是第二堂的聚会，对象是大专及职青。没错，每周日下午10点半为第三堂聚会，聚会地点为在 L5。若你没办法参加，可收看现场直播 ，tv.fgscyc.com。嘿，伟晶，我们明天去看戏了。什么戏？什么戏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上课。Hello。OK， 没问题 OK， 哎呀，怎么不可以看戏啊？不是啊，我撞过我，他跟我说叫我翻 home 嘛。什么是翻 home？ 翻 home 当然是翻 OK 啦。哦，那我们快点回去啦，快点，当然啦，快点，